局副局长钟宇军今天代表局长赠送一面奖状给我国女舞蹈家南雅人。钟副局长表示，舞蹈家南雅人武艺精湛，誉满国际。最近回国举行舞展，对于弘扬舞蹈艺术方面有很大的贡献。南雅人最近在国内举行了一次舞展，对于融合现代舞和民族舞蹈的精华做了大胆的尝试。他这次也推出了他享誉日本的作品《响宴》。